テロリストを全員排除しろ。チームがやられた。テロリストを掃討しろ。看，你看我这边。我来偷看一下手机本。OK。我之前看到那个 FB 在说什么 i7 什么。
抽 MV 啊。看到你不是跟人说你要抽五 I 七？全ての敵を排除しろ。哦哦，那是御犬。对对对对。那个美姬，看起来很顺利，目前。味方がやられた。对。胖胖子好很多，真的。我现在不直播啊，对不对？你还被网络也不能直播，啊！这种直播，你这样直播大概会死吗？直播太吵了，会死吧？因为我之前怎么调就发现干不行，你也知道我之前调阿六直播，就玩怎么调头都很痛，怎么调都遇到一个尴尬的情况，就是怎么调不是阿六卡，就是直播卡，对，就只能选一个卡。我知道，我记得你有说过。现在这台电脑终于可以让我边直播边，可以边维持高画质直播边打。可以 take 试试来看看，你叫试试来看最准啊。他之前不是说会看？不知道哎，你还是有时候看到，你看我订阅我，之后我开直播然后看到就会。他这样太卡就会那个。因为我之前直播真的太尴尬，我的直播真的是卡一下卡一下卡一下。我会不会也烫很多啊？没有这个问题。570还好，570没有580烫，然后那个 CPU 也不太会发热。OK。啊，我这还掉这，显卡这 CPU 这什么？干，我想玩 Rush， 我想来闹事。一般来就是搞 Rush。如果 Rush 搞事哦，我要来搞事情哦。没有靠你们打了，我要来闹事。我的载路也是蛮久的，因为我R6画质全部开到最高。我老影，没有放在。我在电脑 SSD 容量不够。你 SSD 是买几 G 啊？500 G 啊？对啊。它超少的，我 SSD 才120 G， 什么都放不进去，我只能放系统跟电脑满了，什么鬼都不能放。我刚才在想。500G 不是太多，然后后来想想，好爽啊！好爽哦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塞进去。而且 R6 只会 R6 只会更多，不会更少。R6 80，我只会把它放成80。人質を見つけろ。刚好灌个 R6， 我们那个 SSD 就五分之一不见了。有没有跳蓝那个蓝9？人質が負傷した。放血。敵が人質を回復させた。人質がやられた。敵部隊が人質を蘇生した。哦，找出来，找出来！我再跳好少，你看。あと10秒。你知道怎么少的吗？5秒後に突入。对啊，第二台。有人想偷，我们要敲窗分。
启动。没有可在这一间里。等一下，我都没有那个，我没有暗影。你的操在哪里啊？有，你去。那枪的对决失败了，那个红酒 WiFi 拿散弹哦。三八七，セット中。コンコン。準備完了。那个。卡贝亚在水淹，要小心哦。然后红酒 WiFi 拿散弹，WiFi 在红酒，他拿散弹，哪边？不知道，刚刚楼上有声音，他在装那个枪吗？小马这个车好，放的好好，在哪里啊？你知道我刚刚那一个一杀怎么来的吗？那个暗眼跑出，从水淹跑出来，然后往下跳的时候，他打队友就跟着他往下跳，然后从后面跳，看，我自己崩的一脸懵。对啊，我刚刚进红酒要跟 WiFi 对决，结果他也拿散弹枪，我就先被崩掉了。部屋の守りを固めろ。人質の安全を確保しろ。干，我捡不到包，他在那边捡不到包。人質の居場所が見つかった。我可以吗？人質の居場所を見つけた。壁は大丈夫だ。
嗯，突然眼都没打、欸，不好选吗？跳窗。难怪跑来了，回点了，回点了。敵オペレーターは残り一人だ。掉窗，等一下，我把附近的窗子。敵部隊を排除、ミッション成功だ。放进来谁？柠檬心对吗？眼泪都掉下来，没有错的。来，来再买哦。好，给你。怕是刚刚那一件，没有说到。也是。人質の位置を特定しろ。在蓝角，不在厨房，二楼。啊，阿贝拉。咪吧。贵宾。有那个卡贝拉。最后，有一个，并肩，并肩有一个，好，枪管。
还没有，可以。我都用脸探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用声音探啊，没办法啊。我知道人在那边，可是就是因为我一直被追踪，然后他盯着我进。我想说我们上面打得不错啊，你看我们上面我杀一个你杀一个，然后我们还打进电影间，然后把他一眼杀进去，结果楼下两个被烤了，干，难受。突然瞬间觉得难打，结果楼下两个被烤了，太废了吧？超难受的啦，妈的！楼下两个是不是有过户？不行啊，小萌新知道有女鬼还敢单走啊，小萌新还被烤了，一个都没杀，他还被烤了。他真的很惨，你知道吗？最差的游戏体验。我刚想到完蛋，我刚想到完蛋，我枪刚烧开，他楼下倒两个，然后完蛋，你是女鬼。啊，那、啊、你怎么杀掉女鬼的？我把杀了。没有女鬼，女鬼不是我杀，是赖。人質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。部屋の守りを固めろ。ナイス。WiFi 也是那种很大胆的那一种 WiFi， 这表红吗？好，好，十秒，残り五秒。ドアに罠をセット。爆風に注意。人質の場所はまだ安全だ。可以从水源，水源那个阳台出去外面，他们都在阳台外面，外面外面，你可以从水源。気をつけろ。敵部隊が人質を発見。闪灯。哦，他已经进来了。嗯，没注意到。靠谁？那是闪灯。我这边叫做人呢、欸，我先。我觉得死掉都被闪灯崩掉，你知道吗？你靠没？ミッション失敗。喂，我应该被闪灯枪叫做了呢。ETT 一点用都没有，一个人都没打到 ETT。我今天除了那个用生命去吸引夹子那一次以外，两次死掉都是被闪灯一枪崩掉。干！不管了，我要开头。让他们做人。直接拿被救出来，不演不演。让他们做人。干！超崩溃了你。
登场。人質は発見されなかった。リロードする。太靠边了。是啊，他们去送了，靠腰。厨房的小通道那边有大柱跟大车。啊！被电车电。敵部隊が人質の居場所を見つけた。味方はあと一人。味方が排除された。ミッション失敗。真巧，为什么没看到龙子？明明我，我看到明玉了。哦，他直接离开游戏啊！他大概被心灵受创的孩子，这游戏不适合玻璃战。有啊，为什么突然怪怪的？你应该要问那个，这是直播有没有声音？我的种花是不是又种起来了？种起来，种起来！你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停在游玩清单内吗？在哪里？这样进去？我在首页。哎呀，好久，辛苦，种花了吗？可能刚刚种花了一下，所以RC声音是正常的。他跟我一样是 AMDS， 真香 ，AMD 真香。好的，感觉还是要带一下烧的，要烧的东西不然真的。我烧啊。带一下电车，我操，算了。但我们每次玩电车都溜冰，不知道什么。不然就是玩电车的时候，对方全部出一头跟电子车，不要掉电都掉不完。对，电子车。我说这玩电车的话，两台电车都溜不进去点内，就是地下室他们都有在顾电车，我根本进不去啊，电不掉。然后上一次的是对方出了暗镜 WiFi 邪焰鬼雷，暗夜，一堆电子的，危险啊！我去看看楼下。我也觉得是教堂。我这边感受到 WiFi。突入10秒前。5秒。上敵だ。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見つけた。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の場所に向かえ。
车。我们已经进来了，然后你打开。不行，有 WiFi。都能赶来烧这一块吗？赶快！部屋の安全を確保し、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守れ。敵は脅威を感じ、消費の確保を再開しろ。敵は残り1人。这么凶啊！这还超凶哎！哇，能要死哎！我刚想到说我没看到人，我感觉好黑哦。看我撞完之后，原来角落，我想有真躲啊，怎么样？看不到。你刚才一瞬间以为地下了。我突然也，这是一个资讯站哎、欸，我天，干肥仔很多啦，太多肥仔了，三肥，超多，我去啦，我去啦，我去啦，干肥仔，妈的，我这边其实也不算打野啊，也是可以的啊，要打野是肥仔。哎、欸，干了！哎、欸，这样看起来我们两个人像没做事，可是实际上我们做很多事啊。那我两块钱。我们零零零哎，可是我们三块。WiFi 图都是我炸掉的。炸了。部屋にバリケードを築いて。新しいマガジンを作る。被发现。敵部隊のドローンが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発見。壁を補強。哪边？哪边？哪边红？快一快！靠那边。OK， 我来。最高の眺め。电车，电车，靠北。
我回去了。リロードする。别闹了。させるな。敵オペレーターは残り一人だ。あらま。ハザード物質を守れ。真躲进来了。敵に容器を確保させるな。敵部隊を排除。ミッション成功だ。这我刚刚看到了啦，我来不及回来而已。你那是我看到，马上说我已经跑下来了，就不看，就是两个。我想，我的妈！不要去臭肥仔，别来这边玩，臭肥仔，全部都去跑去点那个臭肥仔。哎，我操！我刚忘记先给你包位，快点，我错。不要去臭肥仔。干！我刚刚看到，然后忘记给你包位。三个都呼马跑来跑去，然后还冲完桥，然后突然有针躲，然后就死掉了。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个寒暑假自己玩久了之后，你就会习惯忘记包位这件事情。对，习惯性自己来。然后我刚刚说，我看到人了。那我就去把它收掉吧。然后我跑到一半的时候，老黑死掉。啊干！我跟老黑主动应该包围的。啊！我到一半了。哎，不是啊，重点他是个肥仔冲完球，他不是应该仗着自己有入壳包，然后一人呼一个马，然后就开始去外面走了。我三个智障。干！我刚刚没捡包哎。地下室，地下室，地下室。よくやった。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の位置を特定した。何回？ミワ。ああ、ミワ。ロバに見られないか。お。車間。地下室通道那个摄影先开好。通道那边不是车墙吗？那个开了可以让ミワ没有。突入10秒前。我本来想说，我先。崩开那个。那都国标。黑局吗？对啊，黑局啊。就先开地道就开黑局。先开地道就开黑局。也行。啊！掉掉了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马上过去，赶路中。不是，过来一下呀！二楼一个，把我们切在这里。等等等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没事没事，他另外一边没电到，那个大墙没电到。哎，没烧开，靠呗。大概教堂，你选。记得。啊干！我刚刚忘记蹲了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？你丢我看。抽这么远？好，然后看他卡 bug。没有，他卡 bug。我现在看他在外部碉堡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人来了，フラッググレネードを投げる。味方オペレーターは残り1人。ユカ在他後面。ナイン後面。我還沒聽到。沒有，他沒聽到，他沒看到。味方チームがやられた。而且他刚刚就站在那个，就是楼梯下来那边，不是有个货物堆吗？刚刚那只 ADS 就站在那边。刚刚有狙打什么狗？三次没杀到。差一点点。好，我要继续玩这个，太好玩了。他怎么丢到那个白白的建筑上面？部屋を死守しろ。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守れ。干！防弹崩了，然后マガジンを交換する。空気圧縮調整完了。这黑局被烧吗？リロード。另外一边的黑局，还是本。
敵の銃の手に近づく。ニトロ。刀快，刀快，刀快，慢了，刀快动。干！不行，硬也下来了。他们都在那边哦。你有没有 default？ 干！他们在那边乱封墙啊，不是啊，乱封木门啊，是很鸡巴。旁边，喂，啊，医生呢？干，医生在。味方オペレーターは最後の一人だ。在救人啊，医生！干！完了，医生被败了。敌部隊がバイオハザードブックを発見した。バイオハザードブック。ミッション失敗。味方が制圧された。FDS。像刚刚那样不要打盾飞在这种超烦，整个被卡死。干不行，我放弃。哎、欸，他们又放弃那个。他们终于放弃恶心的肥宅阵容。唉，谢。跟你说，不是我不拼，是因为只有我一个打野，然后全部都来找我。要肥宅阵容真是飞不起来。我拼不起来啊！你知道我刚刚用什么吗？EMP 大盾硬全部都来找我，告白。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守るぞ。部屋を確保しろ。敵部隊のドローンが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発見。喋ってないで行動で示せ。神就好来了，女神注意来了来了。喋ってないで。敵のドローンがスキャン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。タイマーを起動する。那个。好呗，哎、欸，有人被我放倒了啦，然后妖怪不去收，干你！你老老黑，你要那个去对面那个地方了。マガジンを交換。敵オペレーターは残り一人だ。
对对对，窗外。不过不见了。我很气啊！干，然后妖怪在对面那边，然后有人来了，他们也不打。哦，干嘛？喂，干嘛？哎，你回高雄了吗？还没啊。怎么？怎样？今天早上吧。对啊。喋ってないで行動で示せ。太可怕了。敵部隊を排除。ミッション成功だ。干一滴大魔王欸。妈的，还没打完就在那边一滴。真的假的？没有啊，我的那个学弟他已经学过零件的抽屉，所以确定的地方，他变得大力动作。哇！我就还没买呗。我的电脑剩下机壳，小编说带我去买。我叔叔打场，用纸箱装一装。对啊，你不用纸箱装一装，还可以自定外观。努力好，可以用 Nike 和 Adidas 合作。东南角，东南角。看你要 Nike 还是 Adidas 的，对，很超合。对，我去收一下我的被子。去。小编说需要那个酒精棉片，酒精棉片跟刷子，我不知道刷子要干嘛，他说轻微的。可是我不用买那个波大，都要买大只一点。小刷子就好，那就要买大只一点。哦，它大只一点的，我想看，它是要那种，应该怎么讲，就是我传给你看。すべての敵を排除しろ。チームとして動いて。爆発に気をつけろ。Hello。你打楼下，那我打楼上。残弹なし。哎，有人要翻出去后面抓你。啊！慢破，慢破窗。可是出来之后就发呆了，不知道什么。错了啊，对啊，就是这种刷子吧。然后我买了，它清灰尘用的。哦，我才。
猜的，我猜他应该是要整个清过一遍，因为我那一组剩下那个 CPU 上面的风扇没有清过。我买的这个会不会太大？应该还行吧。应该清 CPU 上面的风扇，不然你可以像我一样直接换塔扇。塔扇。对啊，你知道我想。塔扇跟风扇差在哪里？你知道我现在是塔扇吗？就是。那你回高雄了吗？我回高雄了，不然我现在怎么开直播？好，等一下。这个就是塔扇，我现在电脑上面，我的核心，我的 CPU 上用的是这个，塔形散热器。哦，好大哦。都大，我现在用塔扇，因为我的电脑太烫，我在用塔扇，不用塔扇压不住。可是你说那个等开学再买。CPU 吗？对啊。对啊，不然那些电就这样。啊，不然你没有，你现在，你知道你现在，你看哦，你16号，今天16号嘛，16号跟18号已经差没两天了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先买别人的，要多花100块，那不如多等两天。那我问一下啊。不如多等两天嘛，对，多等两天可以。哦，我以为你有看呢、欸。我跟你讲，他电修的时候就是到开学。我想电修，然后电修，然后过没几天再问你，啊，还在电修，修这么久？对啊，超久的，他修超久的，从3号修到我们的开学。他也差不多该开始开工了吧？过年哪有人放这么久的，对不对？开工的都过了哦。对啊，过多久了？开工是我们就是过年最后那个礼拜日那天开工，那天是开工日。他说库存还有8件，应该才行啊。25000。那 CPU 怎么办？寄回去哦。CPU 吗？对啊，这都寄回去了。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守るぞ。部屋を確保しろ。有事先用先。还行吧。第一个礼拜。假需要上课。哇、啊，一拳学坏了，又学坏，就去，然后老师讲没几句话，我们就下课了。我看到两个人跑去帮我，我在想办法帮。看你这边也没风了、啊。ADS をセットする。有刺鉄線を設置する。カメラ。もうグレネードの心配はいらない。要来了，大盾。我看这边没人。有人探车，海针楼梯。
敵部隊が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確保中だ。阻止しろ。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の確保が中断された。敵を排除しろ。ここにいると敵に見つかるぞ。敵オペレーターは残り1人だ。射程内面。哎，去。你要走外面啊？放平吗？そこは敵の支配下だ。すぐに離れろ。このエリアにいると敵に見つかるぞ。敵に見つかった。引き返せ。ドアはバリケードで塞いだ。目前没有。好呀，啊，跑枪！啊！哦，我看到你的尸体了。你看敌人在。看听不到。敌部隊を排除。ミッション成功。你知道我刚刚看第二颗按钮，跟你问我说有没有看到人，我跟你说目前还没有，然后看到你死在我面前，我靠！他们黑局炸，还用黑局跳狙？感觉过炮枪，应该会有炮枪。你知道我刚刚怎么输在 ZH 的？竟然炮枪的只有三个。就是我原本想说，那个他。他在那间小间里面，那我就用 C 4把那个墙壁炸开，打他也措手不及。结果他先用爆破弹把他炸开了。Oh no！ 然后就换我措手不及了。啊！突然想到一拳连不三乐高一拳。干！哎，你那天买的不够吗？一拳连不三乐高一拳。老黑，你那天买的不够。有啊，我有啊。可是我是怕那边没有，因为我借一拳以前买过。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探せ。我们都要拆掉。よくやった。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の位置を特定した。Oh no！ 好，我要上车，放这里。有，僵尸在那边。嗯，在那一台该死的车那边。嗯，那个啊，是那个，是那个。
バグチェンジだ。リロードするぞ。交換する。就盾后排哦，就盾后排哦。敵が部屋の安全確保を中断しろ。味方は残り一人。リダちゃん。啊，我感觉先用抽探的干。残り15秒。あら、うわ、味方チームがやられた。お前が、What the fuck？ 交易所没有开进行关。等一下 ，What the fuck？ 我刚刚看他打没有，他每一次杀人都不是开进，他每次都是妖色。对他都是妖色，然后射到一半突然开进的。他起手，我说所以他六杀都是先妖色。对啊。先腰射再开机，然后对面就打五一样。这么猛的吗？板也换一换了，Z68加 I25。部屋を死守しろ。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守れ。只要玉泉换得起来。妈的，垃圾哦！包尾没换，你用 K 你不换，不换扇也要。对啊，不换扇就也要，靠尔也要换。对啊。敵部隊のドローンが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発見。是啊。不可能，而且超频不换塔扇会爆炸，烧起来然后个休息。残り10秒。啊，蔷薇红丸缺一面。妈的，我抢。敌部隊のドローンが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発見。ジャマー設置。因为没封，还要打开。雨冰看。マガジンを変える。电车，阿宝子，来来电掉一下。嗯。
电车的声音。小马哥是上来在我这边，龙面在我这边，另外一个不知道。你那边是外面吗？对。マガジンを変える。残っている。哦，外面，你看外面，哥们，看看车，没有那个，没有鬼雷，有机动车，有机动车，好，不然你 C 爆丢窗户，慢，15秒。時間切れまで10秒残り5秒敵部隊を排除ミッション成功笑出来两个，我是说是妖色仔有没有？那坚持不会开镜，我说是妖色仔。哎、欸，可是那有巴莎哎、欸，超凶哎、欸，超妖色啊！我干这到底怎么妖色巴莎？你开挂直播。不行，他已经开挂了，我不相信。编剧，先编剧再说。编剧再说，已经开挂了。你干。两包玩什么、啊？哦吼，一拳我的 power 路卖你，你要收吗？可以啊。550瓦铜牌，酷马的。还行啊，不错啊。他的十二伏输出是516吧，510几，十二伏输出。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探せ。我考虑换850。啊，我的跑车！二楼，那回楼上。那回楼上吧。一楼吗？哦，我听到枪声了。你说我不知道是吗？哦，那就是毒品了。毒品的那封位置。10秒后你突入。二，干！那我听到枪声是哪里来的？突入5秒前。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は見つかっていない。戦闘開始だ。リロード中だ！啊！兵线被卡住了。有人。
楼上有人。还好欸，他不太会玩欸。这边，医生。我哪里？我根本没看到他，我只按你标点，然后我们被下棋棒乱传，怪谁？没有你标点，他就好了嘛，我没抽到他。要不要先探着？我帮你挡，你探着。我来着。嘎！我在往左跳，所以我先跳，因为我有夹子，所以我先跳这里。好。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の場所が判明した。すぐに向かえ。敵が動いた。脅威を排除し、容器の確保を再開しろ。这边这边这边。这边。中断しろ。脅威を排除してから容器の確保を再開しろ。厕所，厕所没有厕所，散弹枪，厕所没有厕所，不要崩一枪，操！味方的炮弹残留一人，我被那个震到。干，我是不是你知道？我刚刚标点，然后这只都不理我，我难过。味方がやられた。你看，你刚刚帮我标一个点，我就往边过去了。我本来说想让你继续拼他，你要继续标他的点，我老是在那边从他背后烧。举着就好了。从他背后烧有东干他，结果没有，另外一边，没有，上将喷掉。干。上将遇到面神。我觉得我刚刚那个大盾还可以啊。可以啊。换再来一次，我跟你再一次。其实我刚刚没看到人，因为你整个塞在那边做个小缝，终于看到他。然后我想说你不要，我就往那个缝，我就很准。对对，我从那个木头直接从木槽那边打，然后你瞄那个点，我那边点打，看就是爆头。而且我是往那个头部的方向点过去。就是他瞄点的时候，盾的那个小白点那个方向。因为我本来是抱着打不到的心情。爆头的话，应该被他跑回去，应该拿不死，就不要再拿。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探せ。两加一等于四，穿透剑，穿透是四个，然后爆头加二，加一。干好爽。可是他不开镜怎么了啊？よくやった。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発見した。当然了。突入10秒前。突入まで5秒。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の確保に向かえ。干，为什么每次重生点都这么远？你要走哪边？Zanzibar lives to reveal the ancient secret. 不意外。I am the great Zanzibar.Of mystic enigmas.
flash。好，还可以洗掉这边。哦，他在电我。味方は残り一人。后面来了。敲一敲大概就死了。看，如果敲电王死掉的话，会不会算自杀？没有，他判断是不电死，就跟你一直贴电墙不电死。哦。他判断是不电死。再一场我就会吃饭。嗯，好。因为我也再一场就要去买饭。然后顺便去买酒精棉片。哦吼！宇轩，你要想，你要让我想一下，我要想要不要把power拆下来，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很尴尬的状态。就是我的550瓦正常使用不会爆，可是如果是效能用比较凶的时候，就有点超，就有点压线，是高负载状态。银行。没上天。啊。雷。德国二杀。跟法国双杀。快说安静，按钮。乱许乱三小，我妈直接哇哇乱许，医生帮我呼嘛，我直接冲出去跟他拼枪。乱重生点吗？直接乱重生点，妈的！精密还是一拉西？你帮我呼马，我就上发的。OK， 明天。让你们来干，你赶快跑完图的。坚持的去绕对面。哈哈哈哈哈！绕对面，是要绕什么？这个是 spawn kill 吧？不是 rush 吧？是要绕三球。从大门拉开场，大门前有点费劲啊！大门口出去直接开直接冰枪。哈哈哈哈哈！有点费劲啊！大门口开着直接冰枪，看谁先凶。啊，那个，对面。一人一边有没有拉开门？三二一 ，Go！ 全部都轰出去。没有，没有猜谜吧？然后呢？而且感觉我们队友很猜谜吧？别人说那个 Rush 吗？都差不多，都很猜，都是猜谜吧？啊！我只能激轰那个男鬼。グレネードの心配はいらない。
看，我在想，那封哪边？不 hatch， 三块 hatch。这会儿分开吧，不封了。敌部隊が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発見した。ADS が作動中だぞ。残り5秒。設定を設置する。楼上有到三块 hatch 吗？不的。敵部隊のドローンが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発見。那我不懂阿峰的意思。哥，你们认真。后向复活。车，大厅，四方楼梯，还要探测啊！加窗户进来了。敌部隊が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確保中。ミッション失敗だ。这边不是已经那个了吗？妙还是这样？看能不能换三个掉，如果能换三个掉，管你们。看看无头臭婊，不能换三个掉，能换三个就是赚的。换两。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見つけろ。换一机就六十九。左方一换一就不亏，然后一换二就赚了。地下室有人，嗯，地下室。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発見した。有路克。突入まで10秒。あと5秒。地下室，拉车库喽。バイオハザード物質を発見した。移動しろ。残り一人。被打中塔刀，然后落去再打中。啊，我要自杀。
困难，没弄你干。味方が制圧された。Fuck you！瞄好了啊，靠背啊。不管哪边都很近啊，我都很多那边啊，哎，打不过去，很难说，等等。他跟我喊一只 rush 之类的。我先把无人机射爆，再把他杀死。先射爆无人机，再把他杀掉。他们但是你没有什么敵のドローンが接近中、タイマーを起動する。他是一只，然后 Fuse 在楼上。敵のドローンの接近を確認。スキャンする気だ。位置がバレた。あれ？あ、ハマ。味方オペレーターは最後の一人だ。敵部隊が容器を確保している。不掉，嗯，打不过，尴尬。我刚才楼上打不过，我跑不掉。